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在秀林乡长王玫瑰的大力支持之下，设计了属于部落的三叔步道，并邀集了七老担任解说员，以故事的方式向游客介绍部落文化以及农业特色，同时也开创部落微旅行的商机。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为了活化部落的文化及观光产业，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相关设备设施，能够大大改善部落的风貌。除了周边绿美化之外，三叔步道可以说是展现部落最具特色的地方，同时也开创了微旅行的商机。我们在有一个景观设计造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遇到了一些瓶颈，结果乡长给我们大力的支持，所以在原民会这个挹注下，我们才拥有了这一个特别的三叔步道。而且这个三叔步道呢，它是用我们的手作步道的概念来制作，充满着我们自己原始森林的一些体验。然后到了现在111年，然后我们已经给它慢慢发展成我们的体验游。其实在现在今年许多的那个观光客，虽然疫情之下，可能微旅行里面有那个导游协会的，还有等等之类的的客人，好，来到这里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喜欢这个步道，然后都会问我们说这个是谁支持你们做。当然我们除了原民会的经费支持之外，当然是大力还要感谢我们的乡长。然后在这个期间之内呢，我们秀林社区发展协会有公所的业务啊一起支持努力之下，其实我们从去年到今年，我们都得到了社区评鉴的非常优秀的奖，然后就觉得社区跟公所的连结是非常很重要的，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有点后盾，然后让我们的发展能够一起下去。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乡长在这一两年的时间，然后非常挹注在我们的人民团体里面的一些发挥了他最大的效用。秀林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曾淑如表示，回想这三年多来，公所可以说是大力协助地方的需求，而在三叔步道也展开了部落观光的商机，也让部落祈祷参与解说的工作，来大大行销文化部落之美。记者熊一熊熊报道。